梅花是中国最著名的花之一。中国湖北的东湖有一座梅园，同南京梅花山梅园、无锡梅园和上海淀山湖梅园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梅园。东湖梅园是全国著名的赏梅圣地，创建于1956年，目前面积有800余亩，栽培梅树达2万多株，其中古腊梅近200株，树龄达300年以上的有18株，其中最古老的一株古梅树年龄达800年，被称为梅祖宗。园内有妙香阁、江南第一枝、花溪、放鹤亭、冷艳亭等景点，这里山清水绿，风景秀丽，早春时节梅花盛开，繁花似锦，前来赏梅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梅花是一种美丽的花种，体型不大，但形态优美，还有多种美丽的色彩，如粉红、浅绿、雪白等。梅花的一个特点，由单个小花组成花串，有的似繁星下凡，有的像溪水下泻，有的似孔雀开屏，有的像鹤立鸡群。千变万化，美丽非凡。自古以来，湖北就是梅花的故乡。秦汉时，野生梅就散见于大江两岸，一直到南宋时期，东湖地区栽培梅花已经盛行。到了明清，梅花更是开遍长江两岸。黄鹤楼、卓刀泉、梅子山都是传统的赏梅地点。观赏东湖梅花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1月中旬到3月。欢迎大家来东湖梅园欣赏美丽的梅花。